好啊，首先呢，要请我们的舞蹈班的小朋友，舞蹈班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活力宝贝，哇，看起来就是很有活力的样子。这是舞蹈班的小朋友，有大班，有中班，有小班。爸爸妈妈，你等一下会看到哦，他们不一样的年龄，那他们舞龄也不一样，所以他们的层次是不一样。我们也谢谢草莓老师这么用心的帮我们编排。那台上这一位晃来晃去，这位就是草莓老师哦，好，是我们的舞蹈老师，很有层次哦。爸爸妈妈注意看了，非常动感。基本动作，你可以融合这样子的动作，然后加上这么有活力、动感的音乐，非常厉害。今年学舞蹈的小男生很多。